两军对阵，各出一员大将，在阵前大战300回合，决定着最终的胜负。这样的戏码演绎着中国古代战场上的虚幻与真实。众将官，好，得了牧羊官，下谷黎民百姓半夜接风。好。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对战争中的许多基本情况都留白，这其实并不能全怪史官们。成平时期的将领也许并不知道真正的仗应该怎么打，而那些打过仗的武将又很少有人会把经验记载下来。在真正意义上开始研究战争、记录战争，同时精通练兵与用兵的古代将领，应该就是戚继光。所以说，戚继光他在抗倭战争中总结，及时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然后写成了他的这个代表性的兵书著作，叫《绩效新书》。戚继光在里面讲得很明白，就是我这些书的内容呢，就是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打仗的。有些章节是给普通士兵看的，就教你们怎么和敌人面对面的互相砍杀、单兵作战。另外有一些就是给军官看的，就教你们怎么招募。研究中国古代战争的学者李硕，对戚继光的兵法战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这位务实的明朝将领有着超越时代的军事智慧。这一天的读书会上，他和读者朋友们关于戚继光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戚继光的鸳鸯阵，就是他是关于班一级十来个人这种战术形式。真正打仗这个军队这个每个军人排列的这个很整齐很紧密的，那些武术套路那些高手们怎么打，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来给他一个人这么蹦来跳去这么转圈的。戚继光甚至举过专门的例子，真正的战争其实是很现实的。义乌募兵后的第二年，浙江福建沿海一片罕见的宁静。日本爆发了织田市和金川市的总决战。戚继光并不知道大海的另一边发生了什么，但他时刻在提醒自己，成就一支铁军刻不容缓。在戚继光的时代，传统武术流派已纷纷出现，不过人们更热衷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拳脚套路，真正具有实战意义的武术却乏人问津。最怕的是什么呢？套路多，花拳绣腿，没有实战意义。戚继光他最反对的就是有虚套。温州武术名家袁振兰演练的这套金水门拳法，创立于明嘉靖年间。开创者李金水据说曾追随戚继光抗倭，自幼习武的袁振兰，上个世纪80年代在武汉体院获得硕士学位，并赴日本留学。回国以后，他在范仲淹先生的带领下参与著述了戚继光兵法一书。那么我们武术它也是教育，这个教育里面就要像戚继光这样，既求实又要求简单，让大军能够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好的效果。你武术一定要能实战，所以我认为戚继光这种精神反映在这个《绩效新书》里面。这本书真是指导我们武术的一盏明灯。这些年来，袁振兰查找了许多史料，还未能找到金水门与戚家军的确凿关联。
但从技法上看，简洁精炼、迅猛彪悍的动作具有明显的军旅实用特色。戚继光的武术改革，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武术还必须追求的。并非招式一模一样才叫继承，最关键的是精神意志的一脉相承。哎，对，再打，哎，发声，哎，凶猛一点，对，柔是智慧，刚是力量。我们现代社会里还叫应用着这种武术思想，把每一个同学通过武术培养成一个刚柔相济、智慧跟力量兼备的人。正如戚继光所说，亲临一两阵，尔等自知之。他根据抗倭斗争的实践，写就了绩效新书，其中的手足篇就涉及武术技巧和理论，还配有图谱口诀，如同一部武林秘籍。书中也描述了小到刀剑长矛，大到千斤火炮的制作方法。还有建筑工程、军事理论、条例制度等。绩效新书是戚继光的实践论，也是在真正的流血牺牲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作为曾经的敌人，日本从十八世纪开始就连续翻刻印刷十八卷本绩效新书，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戚继光的十四卷本绩效新书和练兵实记都已刊行日本。而据史料记载，嘉靖四十年，戚家军打扫战场时也曾缴获一卷日本的新音流刀谱，善于学习的戚继光没有将其付之一炬，而是加以借鉴，改造了戚家军的作战刀法。2017年11月，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举办了首届中华冷兵器文化交流展，其中展出的明代腰刀显现出简洁凌厉的实战风采。当年的戚家军中，刀牌手就配备专用的腰刀，后世将此类腰刀都称为戚家刀，寄托着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崇敬与怀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没有哪一种武器是全能不败的。戚继光动画团队的小伙伴们正在化身为古代战场上出色的指挥官，首先要还原古代兵器，让他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然后再根据戚继光的兵书认真仔细地排兵布阵。像倭刀和民兵的刀，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区分开来，然后它的刀型，包括倭刀是这样一个很弯的，又长又弯，然后它的手是双手握刀柄，所以它的刀柄会比其他的刀都特别长。参照绩效新书，然后它的有一个比例的那几尺几尺的，然后我们换算出来，换算出来之后我们觉得还不够说完整的精确，然后还要跟长枪去做对比。盾牌它会遭受枪林箭雨啊，会遭受火药的攻击，我们都会用火烧过，就上面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这样会更真实一些。这边还有和弓，鸟铳，我们其实查了挺多资料的，研究过它是怎么使用的。将来很多竹子又很方便，所以戚继光就想到了用那个竹子作为廊线，在那个竹子枝杈上面装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锋利的那种箭齿，
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它会不停旋转，然后模糊敌方。在敌人迟钝的时候，但我们的长枪手可以通过这个狼线的这个枝杈中然后刺伤对方。膛耙就相当于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防爆叉，顶住对方不让他这个实力。动作采集就是会尽量还原战场搏杀的那种场景。当面对凶悍的倭寇时，戚家军中的战士必须掌握杀敌的真本事，但更为关键的是，士兵们要学会协同作战，共同对敌，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浙闽沿海一带山林沼泽密布，倭寇单兵作战能力强，又擅长伏击。根据这些情况，戚继光创制了一种阵法，因此阵左右对称，故名鸳鸯阵。鸳鸯阵改变了以往军阵大兵团作战的传统，设立了11人的作战小队，战斗单位虽小，但兵种却多。最前方为队长，或持战旗，或持长枪，他的身后有左右两队，最前方是盾牌手，盾牌也分为长牌和藤牌。长牌厚实宽大，用来抵挡倭寇的箭矢、长枪，也可以将全队遮掩在后。盾牌手也带有腰刀，在掩护队伍的同时，可以与倭寇近身作战。圆形的是藤牌，比较轻便。戚继光会选用一些有勇有谋的年轻兵士来操持，藤牌手也配有腰刀。当敌人接近时，他们一边出击，一边也可以掩护长枪手的进攻。而鸳鸯阵中的狼显用竹子制成，能化解倭刀的劈砍力量，遮挡倭寇视线。身强力壮的狼显手还可以转动枪柄，用横支锁住或扫落对方的兵器，让阵中的队友可以乘势出击。因为在狼显手的身后就是杀伤倭寇的主要力量长枪手，由于狼显的阻拦，阵法的精妙，倭寇无法逼近长枪手，但长枪手却可以从横支的缝隙中挺枪前刺。队伍中最后跟进的是手持唐耙的士兵，刃分三叉，可以挡隔敌人兵器，也可以直接杀敌。鸳鸯阵的成功就在于全队密切配合，可攻可守，几乎没有什么破绽。即使来犯的倭寇人数相当，鸳鸯阵也不落下风，而面对一两个倭寇精兵时更是游刃有余。嘉靖年间，中外火器结合发展，戚继光就认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于是鸳鸯阵也可以随时转换成火器队形，长枪手换作鸟铳手，发挥更大的威力。这是韩国首尔的南韩行宫，一个名为传统武艺十八技保护会的民间社团在这里排演传统武术。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历史系的朴金秀博士是传统武艺十八技保护会的学术理事，他认为十八技包含了朝鲜武术中的九技、日本的倭刀三技，以及最为关键的来自中国的六技。狼显、藤牌、
唐耙、长枪。除了这些似曾相识的武器，十八计还包含了当年明朝军队中盛行的拳法和棍法。在朴金秀看来，这绝不只是简单的武术表演，四百多年前的传奇故事和英雄人物也让他神往。무기로이제무예로구성이되어있는데요그중여섯가지가바로임진왜란당시에우리나라를도와주기위해서이명나라중국명나라에서온이런척가군절강군이전수해준그무예가여섯가지가편입이되어있습니다이여섯가지무예는당시조선이이명나라와함께이조총으로무장한일본군을무찌르기위해서가장효과적인무술로구성이돼있었는데요이명나라의어떤그런그원군에의해서조선의무예가어떤재정립되는그런하나의중요한계기가되었다고생각합니다朴金秀提到的浙江军就是戚家军，妊娠倭乱时，戚继光虽已作古，但明军制胜的秘诀依然是他的兵法思想和实战经验。기호신서를지은이제척계광장군은이평상시에는무예훈련을받지않고생업에종사하다가이동원되는농민병을데리고특히이왜구들전문화된그런전사집단이되겠죠이들과맞서嘉靖四十年的四月，倭寇又来了。这次的倭寇极其狡猾，他们先分头劫掠，扰乱明军的视线，最后汇集成一股力量攻击台州。距离台州府城约八十余里的陶朱所，正是从海上进入台州的咽喉之地。今天依然保存完好的陶朱古城，城上有台，台上有楼，成为研究明代卫所制的实物证据。而当年的戚继光，就是在这一带迂回鏖战，星夜驰援，打响了经典的花街之战。然而，花街并不是一条街，而是台州府城外的一个小村。在这里，操练已久的鸳鸯阵终于大显身手，最终戚家军大获全胜，全歼来犯的倭寇。花街之战，斩敌308级。解救被掳民众5000余人，戚家军阵亡3人。上峰岭之战，斩敌344级，解救被掳民众1000余人，戚家军阵亡3人。长沙之战，擒获斩敌56人，解救被掳民众1200余人，戚家军无人阵亡。历史上把嘉靖四十年四五月间的连续胜利称为台州大捷。台州府城所在的临海也因此拥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戚继光抗倭之前线。强调攻守结合的戚继光也十分重视防御工程的建设，他曾与台州知府谭纶一起整修城墙，并成就了城防建筑史上突破性的创造——空心敌台。穿山越岭的江南长城曾被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赞誉为北方明长城的蓝本，这样的风景也为临海平添了几分刚烈，使其卓然于其他婉约的江南小城。
台州乱弹，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是现存中国戏曲中演出形态最古老、表演艺术最具特色的剧种之一。2016年，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创作了新戏《戚继光》，就选取了台州大捷作为主要的故事线索。青年演员朱峰是戚继光的扮演者。在演戚继光的时候，其实跟历史上的戚继光我年纪是相反的，差不多，所以说我怎么样才能解读一个历史上或者是我们台州老百姓心中的一个戚继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难度。对于台州地区的人来说，戚继光无疑是神一般的存在。临海北固山下有一处七公祠，也是朱峰经常去的地方。九站九街当中有很多的地名，什么星河呀，什么花街呀，其实台州的这个老百姓听去还是非常的有共鸣感的。特别是我们在椒江演的时候也是，就是提到海门卫，因为原来椒江就叫海门嘛，海门卫所，提到这个的时候台下就会有那种让人感觉好像这个历史很遥远，其实是又那么真实的存在过。台州大捷的凯歌回荡在这片山水之间已经400多年。冷兵器时代过去了，鸳鸯阵的传奇并不只是兵书上静止的阵图，它伴随着英雄的名字流传至今。戚继光带领着他的军队勇往直前，肆虐浙江沿海的倭寇们终于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代价。这一刻的戚继光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戚老虎。